先异口同声的跟奔跑吧的观众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三二一 ，Hello， 奔跑吧的观众朋友们，差不多了啊。三二一 ，Hello， 奔跑吧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静怡，我是范丞丞，这么有默契吗？那是。每个问题有两个选择，出题后马上选择你更倾向的答案，并说明为什么。考一下，考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真实的啊？好。邀请全剧组一起来跑男玩。被打巴掌戏重拍十次。我刚才这个真的没有商量吗？刚才这个有真的好好认真想了一下，五十条被挠挠痒痒，那应该真的笑不出来了吧？更可以接受夏天穿羽绒服拍戏，冬天那个那不行，不行。全剧组去荒岛，一个人在城市吧，就怪我没有快速的变通。刚才已经听到了一个字，其实应该改过来了。再来一次，三二一。和玛丽一起去密室逃脱，因为我觉得玛丽姐蹦不了级。我觉得玛丽姐能把鬼给吼走，因为也蹦不了级。你能蹦？我不能，我惧怕蹦极。送给对方的粉丝 ，OK， 静怡的粉丝朋友们，我的手工能力有限啊，我不是故意想要抹黑他或者是怎么样，但确实是泥土这个东西，粘土这个东西只能在幼儿园的时候尝试过了，已经很多年。我为这个节目，为了来这个节目呀，我先准备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拍了这电影，然后呢又拍了后面的，都是为了去奔跑吧，要不然静怡来奔跑吧，我也没办法对吧，跟人熟，也没办法照顾静怡，你看后面的嘉宾们对吧，我也没办法照顾别人，都不认识对吧，就你看，还是有备而来，就是先把这个圈内的朋友们都认识了一遍，然后再来的奔跑吧。那你选个口红颜色。这个吧。好。用时五年，出道了五年，准备了五年，我来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记得，在山西大同，跟那个好几百名的那个工人们拿钉子。需要继续，不需要有所顾虑。但他们的美景早已被我们开始播的情侣，我开始做的笔记，写下我回的记忆，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变成我的回忆。What's good？ Yeah。有啥体会吗？跟你想的一样。其实比我想的稍微轻松一点点，还能坐车。我以为我今天就是两条腿走全程。静怡跑完了以后跟我说了一句：“这节目还挺轻松的嘛。”我在旁边。怎么会这么觉得呢？我觉得你们明天啊或者是后天啊那几期都可以难一点，就是反正我也不在，就随便。我觉得我在那个人入手里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，我在他的脑袋上学会了编辫子。给我织个辫子，然后这样拍张照片。对，我今天穿杰西就穿了。哦，好嘛，哇，我真厉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这样。
是哎，那个是你第一次结婚，名声入不手里。第一次结婚。他很紧张。我很紧张。他那天非常紧张，他结婚。第一次结婚，我还是笑。第一次结婚有什么感想？你是第几次呀？去过问一下。真是的，这你这把我问的，我感觉我才是正常人。第一次结婚谁不紧张啊？我肯定紧张，对吧？这印象里还是非常这个神圣的嘛。确实一下那场面一下烘托到那儿了，感觉有点我那耳朵一下就红了，而且很多人你知道吧？这一下就羞了一下，羞了一下。进组拍的第一场，那个厨房里啊，吻戏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第一场就吻戏。对，反正就是在家，做饭，做饭，然后就晚上。哇哦！你们俩之前在拍这场戏之前是熟悉的吗？尝试了一下。大家一看通告，第一场。吻戏 ，OK， 大家都明白了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大家就先去聊聊天嘛，坐那棚里就先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哈，我们就大家一起就是尬聊10分钟吧，然后进去，但是拍还是挺好的，挺好，就是那个有一段小尬聊的时间，但是后来就挺好的，是吧？什么样的什么动物？他拍戏的时候总说我像金毛，对，感觉他，你不觉得他特像一个就特别小只的那个小金毛，就是那种还是小，就是两个月大的那种小金毛，就比较温顺嘛。那静怡呢？静怡，他像什么呀？很多的综合体，四不像，是这意思。我这，树袋熊，懒洋洋的，懒洋洋，我吗？我欣然接受，可以了。我给你，哎，我也是绿衣服，你还是3D 立体的。我是3D 立体的，这不好记。我觉得你看了这部戏，你就不觉得我青春疼痛了。对。你觉得我能让别人挺疼的？对，让我疼。让他挺疼的。最近我特别想染头发，哎，哦，染一个什么色？红色呀，粉色、蓝色都行，就是夸张一点。我想当青春非主流疼痛。我完事了。我也可以了。来下了。那我们向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作品。哎呀，我做反了。你做反了。做反了。要不要阐述一下你们各自的创作理念？我这个主要主打一个3D 的感觉，你看我这马尾辫都做出来了，线骨 OK， 也不用这么精巧。他那个是胡子吗？那个是嘴、鼻子，只是连在了一起。这个是嘴了，这个是嘴。但是他的这个嘴是往下的，我有这么不开心吗？可以给他调整调整，也给开心一点。你来介绍介绍你这个，我这个主打的就是五官都在。什么？这是五官都在活着。对。啊。就有手有头有身子，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那个戏里它有一辆卡车，但我坐不出卡车，就小车吧。嗯。可以放在一起。行，3D 马上就变2D。行了。坐上了，你看一下就坐上这车了，颜色还挺像，是吧？那我就是派大星吧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就是看你笑的是他笑的是什么样的，我是不是？我就是那样。要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吧。好，准备啊，3、2、1。嗯，这个你挑战比较高。我是个马。
准备，来。哎呦，我们都结束了，还刚开始准备啊？来，三二一。哎，很像。好棒。这个是人类能做到的吗？这是最主要是颧骨飞升了，其他不重要。哇，好像。哎，准备，三二一。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。OK。恶搞。以后这些图就是黑咱们的图，明姐。多方跳转，却看不全《奔跑吧》的每一季。全网搜索，却找不准《奔跑吧》的录制信息。煞费苦心，却得不到《奔跑吧》的节目周边。现在有一个一站式搞定的机会放在你眼前，在这里，节目正片、加更花絮、空降直播应有尽有，节目官方一手信息予取予求，同款游戏、节目周边等福利为你双手奉上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尽情提出你的问题，分享你的故事，施展你的才华，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。快来下载 Z 世界 APP， 登录奔跑吧青春部落，成为奔跑吧大家庭的一员，共同挥洒青春。